Hey buddy， 我的战友，我是战神瑞斯 ，Welcome to my 我的勿忘世界 2.0 啊！今天我的挑战就是24小时一直不停的 rap， 不停的 rap， 一直不停的 rap， 因为我一直24小时来做高自己都是一样的，所以24小时之间一定要一直 rap 不停，所以我一直一整天做啊做来做去，让你们的开心，让你们逗你们开心一下。可能我的 rap 不好听，所以我可能会一直有点搞笑。因为我来到 shopping mall， 可能不能拍在里面。因为我怕里面 shopping mall 不能拍摄，所以我是没有办法。哦，对哦，好，嘿，朋友们，你是不是睡醒了吗？这边有一个红色板灯，刚才一巴掌那个爆下去，你就看到一些新战友。可能我进去了，所以无法拍摄，拜拜。嘿哟，我刚回来了，刚刚 shopping mall 回来都很累，等一下我要准备要拍摄了，就是我要讲解那个卡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昨天是十分忙碌，所以我今天不会二十小时 rap 不停。等一下我会拍我的幕后花絮在里面，所以可能在里面一直不停的 rap。希望 YouTube 不要讲我有版权问题，不然的话我的 YouTube 能难得到盈利。希望吴亦凡喜欢我这个二十小时 rap 不停。希望不管是中国嘻哈或者是中国什么的，可以加入。有 freestyle 吗？希望吴亦凡喜欢我这个二十小时 rap 不停。希望不管是中国嘻哈或者是中国什么的，可以加入。一开一口就知道老姜。好了，请看我们的幕后花絮吧。Let's go。哎，终于讲完了，不简单，讲这个，好了，哇，真的今天讲这个卡来不简单，既然你们支持我一下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，如果你超级重低无敌的话，我的影片记得按 lik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的观众，记得按 subscribe。既然什么，你有一直下方给我一个谢谢，放心，这个五个粉丝不得咬的。如果你自己是跟我讲吧，我就跟他做二十小时 rap 不停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没有看我下方了。好了，等等我们新片了 ，ciao。This and 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, but I.